Sanyong, International Motor Vehicle Manufacturer. We are Sanyong. We are Sanyong. We are Sanyong. 在致力优良产品的发展、贡献社会的经营使命下，三洋工业以稳健踏实的步伐，不断创新进步的造车技术，缔造全球一致、最具声誉的品质水准，创造最完美的车辆功底结晶。从史地甜铁合金气缸，以及四气阀引擎开始，到全面喷射系统，进化至双涡流喷射引擎和智慧型零污染怠速控制系统，我们矢志追求卓越，成为台湾机动车辆市场中技术的领导者。台湾的三洋，世界的 SYM。 三洋工业是台湾第一家同时生产汽车与机车产品的公司，我们以创新的能力和胆识面对每一项挑战。为了开发新技术，三洋工业不惜一切的投资研究开发。在台湾，在越南，我们都拥有世界一流的车辆研发基地，更拥有实力坚强的技术研发精英团队，以及符合国际水准的各项尖端实验设备，制造出多元化的产品，满足客户的需求。我们不断创新，设计高效率、低污染、轻量化以及充分标示的绿色产品，更与全球顶尖的科技研发机构技术合作，设计具有前瞻性的环保电动车，实践 SYM 热爱地球的新主张。数十年来，三洋工业总是坚持一贯的工作态度，以扎实的技术、人性化的观点，创造更贴近顾客需求的动力交通工具。超越时间考验，跨越空间距离，为您带来更丰富的人生体验。集合科技与人性的观点，挑战安全与速度的极限。三洋工业开发多种概念车，实践人类对机车的理想与梦想。现在，三洋工业正以全球化企业经营形态，积极拓展海外市场，建立绵密而且完整的全球协同研发系统以及国际级的生产制造基地，同时借由绵密的行销网络与服务体系，为消费者营造便利的驾驶环境，让 SYM 成为国际领导品牌，让 SYM 为您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。汽车事业方面，2002年5月，三洋工业将现代汽车领进台湾市场，成为韩国现代汽车
在国际分工上的重要合作伙伴。现今，现代汽车已跃居全球知名领导品牌，荣获美国 J.D. Power 新车质量评比第一名，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南洋研究所以及尖端自动化生产工厂，得到世人高度的评价。三洋工业以优异的制造技术，追求完美品质，展现出现代汽车充满活力的造车工艺与经营理念。科技动力，尊荣高贵，时尚流行，现代汽车将全面提升竞争力，朝向世界第一不断努力。三洋工业以精湛的技术与专业的服务，投注到我们每一个产品，倾听每一位客户的心声，在每一个市场满足每一个顾客的需求，尊重客户，关怀员工，行销全球，迈向国际，不断的突破创新，回馈社会，在每一个位置引领每一个人，让三洋工业成为与地球村的人们共同分享爱与感动的企业。三洋工业。